来，马上看到我们讲义的怎么样？来，跟你预备。哎，第一个主题，这个第一个题型完全是高中的，啊，叫上极限的直观，可以吗？好，一般极限你还是画一下，哎，轻轻的画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x 接近 a，x 极限写了，意思表示当 x 很接近 a，注意，但是不等于 a 啊。x 接近 a 表示哎，x 很接近 a 就是不可以等于 a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那它的函数 f 这个就很靠这里了，它意思是这个意思。啊，x 接近 a 的时候函数 a 等于 a 了，换句话说，x 接近 a 的时候函数 a 的极限就 a 了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其中一种图形，看到吗？x 很接近 a 的时候，它函数怎么样？忘给了 b 近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极限值啊，它是啊，这个点空的，这个点空是表示 a 这点没有定义，然后 a 有没有定义跟什么？跟极限没有什么关系，它极限是往 a 很靠近，往 a 很靠近，它不是等 a 哦，对不对？往 a 靠近，那 y 的什么？就往 l 靠近，对不对？好啊，从这边过来，你还记得吗？是左极限，从过来上右极限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函数可能有不连续的点，那所以极限问题必须要从单边极限。One side limit 定义画如下：左极限，右减这个高中，哎，刚刚都学过，对不对？左极限从左边界叫 a 负极 b 界，它等于 l，对，所以它左极限就是 l。那右极限就 a 负啊，不，跟成 a 正，往 a 正 b 近的时候，那 m x 是什么？它右减是 l。好，那如果左右极限都是 l 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说这样，来画一下这个高中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存在的情况是左右极限都相等，同等 l。这个高中谈的，左右极限都相等，那先存在都会相等，对不对？OK，那如果左先存在，右先存在，那 a 的先存在不一定，知道吗？左先存在，右先存在，我说为什么 a 极限不见得存在？因为光是存在不够啊，还必须要相等嘛，对不对？才 a 的先才存在。OK，好，那马上看这个，对吧？左极限往 l 逼近，右极限跟过来往 k 逼近。可左键右键不相等，对不对？然后给我所以它键也不存在。那 FSM，哎，这个有定义，这个定义。所以你看到 FA 跟那个极限完全没什么关系，听懂意思？好啊，这个嘞，左极限 L，右键也是 L，所以 A 的键 L 没有问题。可是 FSM，从这边可以看出来，这个怎么样存在？啊，这个也存在，可这两不相等。你看 L 跟 M 不相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再强调一个是。limit x 趋近 a，f(x)，并不是说把 a 带到 f(x) 等于 f(a)，不是，不是，听懂意思吗？啊，这不见得会想到。好，那如果第三个图形，左极限是 m，右极限也是 m，对不对？所以 a 的极限也没有问题。可是 f(a) 也是 m，全部都一样，都相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是 a 的极限会等 f(a)，这是 a 的极限。跟 f(a) 不相等，这两个不相等，啊，这两个相等，所以这样子观察一下，还记得吗？哦，原来说 a 的极限等若等于 f(a)，表示在 a 这点是连续没有断掉，啊，这个断掉了，极限存在，对不对？可是它不等于 a，所以这个断掉，所以是不连续，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大学继续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这个等于它。limit x 趋近 a，f(x) 等 f(a) 的时候，limit x 趋近 a，f(x) 等于 f(a) 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函数 f(x) 在 a 这一点连续，表示函数在 a 这一点是连续，知道吗？啊，看，或者看到 a 连续的意思，就什么呀？就什么？就表示什么意思？就表示这个的意思。叫 limit x 趋近 f(x) 等 f(a) 的意思，连续要背着 continuity 啊，continuity 加连续。啊，continuity 叫连续的意思。OK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们正式来进入我们的题目了。看第一题，一啊，第一题，OK，这个在这高中课高中的没有问题。他说，如果在二的极限 exist，这个叫什么？存在，exist 存在，求 a 多少？如果在二的极限存在，如果在二的极限存在什么意思？表示二的右极限会等于二的左极限。好，x 要等于，所以如果是二负左极限是在这边，那二正值到这个地方来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是什么？来看一下这边，这个什么线？这个叫左极限，二负吧，对不对？是二负，那二负在这边来，二负的上方是嘛？是八，二负其实要带进的时候，就二就当想了二的意思嘛，二乘是八的意思，
好，是这个应该比八小一点点，不，我们极限的就是八，是往八逼近，知道吗？这极限的概念，知道吗？啊，这又极限要带什么？带这边，因为 x 二正是这个嘛，二正要带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在这边的话，你带到这边来，二把它带进来，就 a 减掉四。好啊，因为在这个极限存在，所以它左极限会等于右极限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极限存在。哎，如果这个题目是考你计算写清楚一点了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不要好。那我们先看写清楚，因为怎么样？limit 它是怎么样？x 减二，f(x) 存在叫 exist，可以吗？存在，所以左极限右减八会等于 a 减四，说 a 多少？a 等于12，bingo 很简单。这没有什么哈，这个好，再看第二题。第二题开始就是你们一般在大一的时候，大一所有的这些题目都是老师特别把它选出来，在大一的教科书里面啊，文言文书里面，刚刚看到这几个例子，也是老师很喜欢考这个题目，来看一下啊。好，第二题，哎，这个叫高斯基啊，看到哈，高斯基啊，OK，来复习一下，高斯二正多少？对不对啊？高斯二负多少？是一哦，什么叫二负？比二小一点点。比二小的可能是1.99多，反正1.99多，1点多就是高斯就是高斯零正多少？零，对不对？高斯零负比零少一点点，负一哦，知道吗？比零少一定什么？比零少一定负0点多嘛，取高斯，喂，这个应该清楚。二负取高斯多少？二负比二小一点点，一嘛，就 OK。好，这边这个复习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